望快救救我。小妹，你这是中暑，我给你酸梅汤两个金币。我给你天山雪莲2000个金币。大宝，酸梅汤也可以治中暑，便宜又有效。我当然知道，可卖给他天山雪莲，我才能赚更多金币呀。给我来10朵20000金币。医生，我的腿好痛啊。我给你绷带和碘酒5个金币。我给你奥特曼轮椅5000个金币。我要轮椅，5000金币给你。我的药便宜又好用，大家为什么都不买我的？呵呵，小雪，你还是得向我学习啊，卖东西当然是越贵越好啊。哼，我才不要学你呢。大宝可真坏啊。糟糕，小美你怎么又中暑了？酸梅汤我会。喵喵喵，谢谢你小雪，没想到酸梅汤居然比天山雪莲还有效。不可能啊，天山雪莲怎么会没效果呢？除非是假的天山雪莲。姐妈，我这里还有，你快帮我看看，竟然全都是假的。可恶，大宝也太坏了，我们一起去找他吧。天魔王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严重了？别提了，都怪大宝，他卖给我的轮椅是空心的，我一屁股就坐他了，结果就摔成了这样。黑心大宝，我们不能再让他害人了。哎呦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这次又要买什么？我们是来找你算账的。算账？就凭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大宝，你太过分了。他们不行，我可以。来人，把大宝送进坏孩子管理局，罚他打扫10年的厕所。不要啊，不要送我去坏孩子管理局，我再也不卖假药了。